巴西选手上次和中国猛将打满四回合，最终双方战平，于是非常不服气，回去苦练两年，决定再次来华挑战。这一次来势汹汹，是要把中国选手当垫脚石一样踩在脚下，挣回面子。这个巴西选手名叫乔丹·克拉尼奥，曾荣获欧洲泰拳冠军，一位以技术全面、高位腿法刁钻凶狠著称的泰拳名将。魏宁辉作为我国搏击界的老将，曾获得过昆仑决65公斤世界冠军，击败过金东秀、波球侄子苏信、泰拳王空帕菲尔泰斯等等。职业战绩37胜15负一平 11KO。 在擂台上的魏宁辉以摧枯拉朽的 KO 重拳而见长，他的拳头杀伤力十足，经常用爆杆拳将对手击倒，实力非常强悍。比赛开始后，乔丹率先一记高扫命中头部，打了小胖一个措手不及，紧接着一记低扫进攻，随后一记正蹬接一记直拳命中面门。哎，这主动进攻啊，压制啊，对，低扫。此时的乔丹连续的使用腿法进攻，而小日半则是伺机而动，抓住机会就给对手致命一击。两个人二番战就是不用试探太多了，魏宁辉。直线的高位顶膝，乔丹一记高扫上头接前手摆拳进攻，紧接着上前压制，突然前手直拳接后手摆拳打出，而小胖则是一记顶膝反击，将对手直接击退。又是低扫，乔丹一随着比赛的进行，两人进人互相扫踢阶段，此时的乔丹并没有与小胖正面冲突，而是在防守的同时不断施展腿法反击战术。经过双方一番缠斗过后，乔丹一记直拳进攻，紧接着一记上勾背躲后，小胖顺势打出两记重拳击中对手面门，而乔丹迅速调整，主动上前连续的使用直拳进攻，将小胖击退到围绳边，突然一记扫踢命中对手大腿内侧，而小胖也是扫踢反击。因为宁辉的上肢量确实比较重啊，其实他低扫也重啊，在过去也有多次用低扫去乔丹的频率高啊，叔叔。对，随着小胖的不断反击，无奈的乔丹只能靠摇闪来干扰小胖的进攻节奏。从双方首回合来看，赛前占据诸多优势的乔丹已经被小胖打得完全失去了气势，移动少了。比赛来到第二回合，乔丹还是执行之前的游击战术，魏宁辉则是一心一意的寻找重拳。面对自己点数上的失利，魏宁辉并不在乎，而是紧紧的盯住对手，伺机寻找重击的机会。哦，对，连续的点刺，对，目的就是不想让魏宁辉突然杀进来。是，你看变价啊，左右移动。随着比赛的进行，乔丹连续的使用前手刺拳进攻，而小胖抓住机会一记摆拳命中头部，随后乔丹在撤退的同时边后退边使用直拳进攻，而小胖则是一套组合拳命中，打得乔丹没有招架之力，这就动起来打快节奏。魏宁辉可以再尝试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魏宁辉想往鞭子这个擂台中间非常适合乔丹这样左右。乔丹使用连续的直拳命中对手面门，打得小胖有点难受，紧接着又是低扫进攻，而小胖抓住机会，在一次换拳过程中突然后手摆拳成功命中乔丹脑袋，将其直接击倒在地，当场进行读秒。魏宁辉从第一个亿，乔丹起身过后还要继续坚持比赛，紧接着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，比赛继续进行，小胖抓住机会乘胜追击，再次使用一记后手摆拳命中，再次将对手击倒在地进行读秒。很快乔丹以顽强的意志挺了起来。确实是乔丹的技战术安排明显就是爬着。比赛继续过后，此时的小胖没有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，在一顿组合拳攻势过后，小胖迅速展示了自己的成名绝技，标志性的一记击腹勾拳，这一次意志坚定的乔丹没有站起来，而是痛苦的倒了下去，裁判也是立刻终止了比赛。因为魏宁辉刚刚有几拳打头打得也很准，对方注意力在头的时候，对，肋骨就有空档了。确实是，其实乔丹有几次很多次这个拳。最终小胖在第二回合 KO 对手，获得了比赛的胜利。小胖不仅颜值担当，
而且实力也是非常强悍。为中国硬汉小胖点赞，关注我，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